背光。啊，会比较黑哦。对。 怎么啦？又挂底了吗？是啊、哦，那要再加油啊。OK 啊，继续吧。脚没办法。找那种浮水的啊。这个小胖哦。小胖哦。小胖应该可以。也是这个，也是那个啊，在那个啊。没有，他这好像也是托底的啊。 拜一拜，好吧，希望你不要挂底啊！希望。来，今天是挂底比赛，请问你挂几次了？挂2只了。才挂2只而已。哎，冠军，你挂几只？对。只有2只吗？这么少？啊。那冠军在旁边，我们去找冠军，问他挂了几只。 这个场不错。对，今天我们是路亚挂底比赛，请问你挂几只了？3只啊，那你今天是冠军了。我们旅游博冠军啊！大家有不要的路亚可以欢迎来这个场，保证挂光光。对啊，丢魔兽丢那个，只有丢浮水的不会挂。 对啊，那障碍物太多，要等水满一点。有在跳，有鱼开始哦，那个跑蛮快的、啊。有中吗？赶快几只啊！你无看我即马嘛咧蚵仔葱咧放流啊，气葱放流啊！我看会使拄着竹刷是七星螺还是金目鲈哦？刺葱啊！你看6指宽哎，然后6指长哎。美宇今天钓得怎么样？ 真的哦，飞扁嘛，对不对？都10指宽嘛，对不对？10指长嘛，对不对？都有10指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嘛，我就说嘛，还有一只快12指的，对，被我抓去放流了。对，刘伯豹的地位安排不错啊，就只有他功夫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啊，你没有公关你嘞？ 哎，不错，还好啦，还好，没有告诉你来，你也是跟李油伯一样。还是黑点。哦，黑点哦，哦，黑点那个我也有钓到。对 ，OK 啦 ，OK 啦。我要访问他的那个打龟心路历程。请问啊，对，那个，墨镜馆。 请问今天打龟的心路历程可以分享一下吗？下次不要买太多。哦，下次不要买太多。10块就。真的？还有嘞？还有什么吗？可以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些指导吗？无啊，有够差，我专工对淡水拼落来嘞。你也有一寡建议啊。啊，水花，今摆叫水花不捞啦。哎，那是水花吗？是吗？哎，好像是哎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路亚拿起来抛一下？没有，路亚刚没有带。我等下一起捞鱼哦。应该是有鱼在下面。